先呢，我必须要讲哦，就是李正浩宣称这是以吴征为首的集团，吴征为首集团，但我觉得他讲的比较细了。兄弟，我觉得李正浩讲的比较细哦，而且他前面有些补充，他说什么美满姨、阿满姨会不会对我不爽？不会，他是叫阿满姨，他不叫不满姨哈、哦，所以基本上他不会对李正浩不爽，好不好？第二个，基本上我们民意代表都晓得一件事情、你这个地买了之后，你在旁边盖公园、开路，那个、直接对价。那今天的 Ubike 也是一样嘛，如果你能到附近的交通增值，那基本上下面的生活环境增值，那块土地盖完就增值了嘛，所以一定要避免这个对价。那回过头来讲这个桂雅姐讲说了，柯文哲说一分真九分假，我说真的我非常认同柯文哲讲的、一分真九分假，为什么、九分假是吴征讲了很多关系图，那是故事对不对，可是一分真有对价你就有罪了耶。我说真的，这十分里面，我说真的很多，我听不啊。不，有一些真的是故事，因为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对价，那叫倡议的发展史。可是如果你有那一份对价，那就是一分真，那一分真就不是、可是你说的那个九分假，它也不是假的，它是真的。真那一些脉络是那些资讯跟脉络是真，但是有没有说你涉案的事实？那如果是涉案的事实，九分假 OK， 但一分真。那你就有罪了吗？九分真呐、一分问号，对不对？我这样子的逻辑比较通吧。那是高虹安九分假一分真啊。那我觉得柯文哲里面讲了一分真哦，他有点出他认为哪里一分真呐、就是他住 Jack 的回建组，高虹安住 Jack 的回建组是一个大错特错。因为他说他最不赞成的就是李中庭的事情嘛，对，无论是李中庭跟新竹市政府这些官员互动，还是你住在回建组，这就是重要的对价关键嘛。那我觉得今天柯文哲都出来讲有一分真，哎，说真的，你要帮你的这个下属说话，你不会讲一分真呐？那一分真就是因为今天这一分真很难逃嘛，很难躲嘛。那我觉得因为刚才，所以你觉得柯文哲是踩一脚，但是用一个很隐晦的方式踩一脚，我认为是很隐晦，因为这份一分真是我说任何人都很难帮高虹安讲这一分真做开脱。那我觉得今天高虹安出来全面开战，过去我们讲嘛，你这一个多月来你有没有针对这些细项好好的讲清楚，那前面是叫先请讲对不对？而且你讲不清，先请讲，讲不清楚嘛。哎、我拍谁拍谁？公委就不懂哎啦吼，啊不是要蓝白合吗？没有，那你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就事论事。那今天我觉得公安出来全面开战了，我认为这至少是好的方向。你要出来把争议讲清楚嘛。所以我给公安三个解方，很简单。第一个，你接下来开都审大会的21个委员，千万不要跟你有关，跟你有关就有问题了嘛。你人家大家现在在追你的千丝万缕的对价关系，第一个不要对你，不要跟你有关。第二个，当时候大家讲的寡妇楼的15栋楼，就是这1000多户产生的交通问题、停车场的问题，以及学区的名额排挤的问题跟地目使用的问题，这三件事情你要说清楚，否则寡妇楼这个案子是不能开发的。第三个，关键。拜托你用新竹市的这8万元去租一个不是昌邑的房子，在新竹，那这就解决了嘛？我觉得这三件事情，我今天很持平的评价，我也不是要黑他，也不是惨，因为我们现在也在蓝白河。那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柯文哲把门关起来了啦。那我觉得柯文哲的评价也很持平，就是说基本上他有要求，他希望把他该有的问题讲清楚嘛。那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高虹安的期待啊。我想做不到啦，对啊，那边有一张手板，里面有一个关键啦，除了中华大学那个最重要是这个啦，李明前特助，这个还是在倡议里面，这个朱彦龙，朱彦龙现在是谁？是新竹不动产开发建商工会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嘛？啊，这是什么？就是要帮他办跨年晚会的那两个单位之一嘛。但是我要应该以后要记得听到，那有可能，但是今天他怎么找？转来转去，我就说12.5%的几率，他还是去找到苍蝇。我说真的啦，我补充哈两件事情。第一个，谢宏年自己的5点声明已经承认了，跟这跟高虹安无关哦。谢宏年讲，我们所有的读懂，可是现在苍蝇也杨玉泉搞懂，行之有年，行之有年，而且他分配嘛，哦，中华大学常态且常态，常态且行之有年，对，常态且行之有年，他都掉出来。而且我告诉你，现任的中华大学的董事长是杨玉泉，是杨董的兄弟党的儿子嘛。一样嘛，就这个结构在新竹市行之有年，而且是常态。这件事情跟高虹安没有关系啦，他高虹安有关系是因为回建组才跟昌邑勾上线。对，不是新竹市没人才啊，
安尼哦。其实要担任义警大队长吼，啊，伊拢是义警的体系，哦，伊按基层的干部队员吼，啊，小队长，啊，伊这要会当做到大队长吼，拢要经过三四十年。过去咧义警大队长有啊彭国龙大队长。啊，郑能水大队长，郑能水大队长就是按义警体出来，啊，因这拢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望啦，吼，啊，是讲因在这个义警啊有经过一定程度的这个训练，吼，啊，有才有法度拔擢来担任义警大队长，啊，若无就是讲啊，伊是义警诶顾问团的团长，啊，顾问，哦，啊，出钱出力，啊，交咱义警嘛是有渊源，吼。啊，才有法度来担任这个职务啦，哈。嗯。啊，高宏安这个聘任的这才46岁，哈。啊，其实已经来对，应该是林世雄，伊拢不是很熟悉吧？对新竹市的尤其不熟悉，他台中出来。是啊，啊，伊是安怎会当阁做已经大队长，阁兼这个啊公车会委员？对啊。啊，所以我讲啊，新竹市是无人才啊嘛，就一定是爱交伊好的人。嗯。哦，伊就用政府的这个名气啊来簇拥。啊，无啦，啊，若是安尼，你要讲抽佣已经大队长是有薪水吗？有吗？还是说车马费而已？名望啦，有名望哦，挂着那个头衔就不一样了。你出门去，哦，今日一队警察来，啊，你搁开超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声音啦，没开过哈，啊，然后要再警察，警察来啊，是哈，警察来问一下，拍谁？我已经大队长啊，行，大队长慢慢，名声啦，名望啦，你基本上。义警这些义警消拢起来，义消跟阿伯讲啊，我不是说他们不好，这个是好，但都是一般地方士绅嘛。啊，因为你要有资源嘛，比如说我们警察局的设备不够啊，其实啊，我设备不是指枪械啦，有多很多的设备，里面茶水够不够也是设备啊，油够不够嘛是设备啊，对不？啊，警车有要汰旧换新，所以义警大队长通常是社会有名望的人，就是给大家口口的，大家收听，那些警察局啦、派出所啦，所以就是说，当然啦，每一个你后牙啊，热心公益这是很好，但是我感觉都要咱曾义伟讲的是，就等于讲，啊是咱，你都是讲咱新竹无人哦，是啊，咱要归台中。啊，对了，这我必须。因为哦，我林宅是没救了。补充一下资历啦，哈哦，2020年他曾经担任国会政党联盟中部办公室的执行长，哈、嗯，那2021呢，在高虹安当立委的时候，他是台中服务处执行长，嗯、那就是标准的高友友嘛，哈、哦，是啦。那同时呢，他也是台中市政府的民政顾问。啊，讲来讲去，不就是拢是台中的吗？高雄县高友友，因为他这个是义警大队长，是公车会的委员。对。啊，其实呢，我知影讲公车会原来是新竹真重要的一个组织啦，哈，对啊，的工商的发展嘛。过去林志坚时代任命的公车会的总干事哈，是前竹科管理局的局长，也曾经在工研院任职过，所以是相当有经验、相当有历练的。但高虹安现在呢，任命了这个公车会的总干事呢，姓曹嘛，叫曹永明。对，因为他最傲人的资历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民众党新竹市党部执行长，高阶哦，这个义警大队长兼这个公车会委员一样，曾任高虹安办公室执行长。对，所以高虹安也算起的啥呢？选完当选了之后，他是让呢他这些的所谓的这个政党里面的执行长去做到他的重要的市政上面的职位。过去柯文哲都批评蓝绿说这叫抽佣，但是高虹安自己选上之后，他照办不误。包括说到现在用的，包括这个民政处长，对不对？对，也是他个人的亲信，对不对？然后这种各种的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说啊。原来过去呢，他讲得很好听哈，这个柯文哲经常标榜，只要给民众党选上，就组成联合政府，联合蓝绿好的人才。但是实际上呢，高虹安选上之后，你看到的就是他的用人为亲，然后实际上各个重要职位，你翻开他的履历一看，过往都没有什么相关的专业，过往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经历，却能够来占据像民政处长、像公测会总干事这一类的重要职位。所以我们实在很担心的关于新竹市民的权益，新竹市政的推展未来恐怕会有很多困难。